4月份开始，文山农场的萤火虫进入大爆发时刻，民众千万不要错过了最佳赏萤时机。而文山农场赏萤季分成了纯赏萤与半日游行程，欢迎民众提前报名参加。夏天的精灵在夜间翩翩飞舞，闪闪亮光，令人目不暇接。这是文山农场最近在园区捕捉到的美丽画面。文山农场主任王德培表示，文山农场进入4月份，正是萤火虫大爆发的时候，想要赏萤的民众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最佳时机。我们文山农场从3月30号开始就有举办了那个萤火虫的赏萤季，然后现在来到4月份，刚好是我们的水生的黄缘萤跟陆生的黑翅萤的出现的高峰期，所以这段期间我们欢迎我们台北市、新北市所有的好朋友来到文山农场，都可以欣赏到非常美的萤火虫的一个景色。文山农场赏萤季分成纯赏萤与半日游行程，半日游搭配多项农场体验活动，欢迎民众提前报名。半天的赏萤活动，我们从下午开始，就一系列的认识萤火虫，然后采茶活动以及 DIY， 然后晚上用完餐之后，我们还会做影片的萤火虫欣赏，这是属于半日营的活动。那另外还有纯赏萤的活动，就是说晚上我们6点之前游客来到这里，然后我们晚上天黑之后，我们就带领的游客去欣赏我们的萤火虫，就是单纯的赏萤活动而已。王德培主任指出，文山农场常年来打造有机无毒环境，更积极富裕萤火虫栖地，也因为友善的环境才能够迎接萤火虫栖息。萤火虫对于环境它的生态指标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你有污染或是农药或者是其他的条件会影响到萤火虫生存的时候，它都没有办法出现，所以文山农场是一个有机自然的一个友善环境生态。民众如果想要与萤火虫来场夏日夜晚热闹的约会，不妨亲临文山农场来体验哦。记者陈明、郑曼琪，新店采访报道。